我是刚刚练合掌的二八，一直二年了。11:34，好，还有411次哦。哥哥，你要头大大了。上车，有者将重新补票，另加收50%的票价，敬请配合。不签了吗？让你的人来了，把车子。北京市场真的是个奇怪，发生这一个事情后，你看他这个应该知道什么了吧？跟我们没关系、啊。有关系啊，而且是对方哎，会卡到你哎。你还不知道这件大难临头的事情？我会啦，一定会。他停44分钟，那你75要怎么掉？你懂意思吗？不知道。9月9啊，到9月17。9月9号。对啊，快了。9月9号不会掉75啊。11:35。没有说这10天。2033哦。他会停10天，连续停10天。他每天都是那个时间吗？对啊。4:44啊，9月2号11:35。那我问你，你会很难过？很感动，对不对？不能用去高雄屏东看的，对不对？你知道我的心情了哈？啊，你有很感动，我想到了。对。那你有去搭吗？那你知道这件事情吗？我不知道。啊，你有看到电报吗？没有。那你知道？你要站立来讨论这件事情，当然了，因为你们如果7:05晚来，你们就会被卡住了。那要怎么解决吗？让他早点来。不是，你要可能早点来，以后你前半段说不来就不来，对，那不可能这样。对，断线掉啊？不是，不用，你把啊，你先，试一次哦，3033哦，平安豆疼哦。然后就画龙号树林，用3/10二两满有3/033，有皮炎豆藤药，绿色大青藤，你再喝。OK， 在路上站，就是把蓝皮停在4股，把那些空渣斗车先丢1、2、3股，然后那个75停5股，用这样表，你就 OK 了。解决了，对不对？丢四股，对啊，4股完就可以丢啊。4股不都拆掉，那我顶不都拆掉，那可以停啊，那没啥。所以他要叫我们再停10天。对，然后44分钟。没有，是他每天来再停44分钟，然后再拆走。对啊，下午啊。那可能他比星期前面啊。可能啦，可以啦，讨论可以 OK 的啦，嗯，你都拆掉，不像以前违例的。那说哥哥，等一下，181次开我细组的921缺手，等一下。